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。疫情开始缓和，我们 Music for People 今年也开始举办不同的音乐会。那来临的7月12号，我们有一场非常独特的音乐会，也就是我们将会跟亚洲著名的歌唱家安娜老师以及 Cecilia 老师一起举办这个女双重唱的音乐会。相信大家或许听过他们个人的演唱会，但是这一次很不同，他们将会带来很多不同的曲目，就是双重唱的曲目也有，个人独唱的曲目也有。那我们非常期待他们的这个演出。如果你在新加坡或者在新加坡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支持我们，来支持他们。那我们这一次也将所筹得的款项，也来继续支持我们 Music for People 的 mission，就是继续支持弱势的群体，并提供他们音乐的教育。快点点击以下的链接购票，我们7月12号见。